你爸，啊，无人敲电话来，你是咧？是母也无在关心你。讲实在，这种婚姻门不当户不对，啊，本来就注定袂幸福的。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人家瞧不起我们，你也瞧不起自己。凭什么我就不配嫁到他们家去？凭什么我郭小萱就该很幸福？啊，当有幸福无幸福，你家己上清楚呢，哈、啊！你早顶啊规半个月啊啦，因家敢有甲一个人咧出现咧插你哦？手续甲会办办的，粉离离的啦，莫当因兜吼，你看因的头面，咧甲会哪咧起性落地啦。我爱他，啊，人就爱你，你是干哪？我可以努力让他爱我吗？我可以努力的吗？我愿意跟王家平道歉，不说要饭，说高升。我不用吃拖把拖地，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慢慢的学家教，这样子总会有门当户对的一天吧。为什么不跟我离婚呢？我绝不要疯，大家就疯在一起。我这一辈子，我绝不跟你离婚。除非怎么样？除非我死。跟云生根本没发生任何事情，你能够证明？你能够证明你妈撒谎？我能证明，云生昨天晚上是跟我在一起的。王家凡送她回来，我知道，而且我也看见了。她穿的是一件蓝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她送云生到门口就走了。接下来我陪云生好一阵子，我才回去的。
我找云深，云深睡了。门锁换了，为了云深的安全。是你的意思吧？这是云深的房子，不管是谁的意思，也要他同意才行。他睡了，你是怎么进去的？我没有离开，折腾了一夜，他需要休息，需要人照顾，而且他又常常忘了吃东西，所以他胃不好。云深的情形怎么样？我很清楚，清楚，清楚就应该知道怎么做才是为他好。你有什么资格在我岳父家门口教训我？王文贤，你一直不停地问我有什么资格、什么立场。其实我倒想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什么立场在这边质问我？去问问云深，他爱的是谁？是你，当然是你，现在是你，没错，我们相爱。错了，王家凡，你爱的是你自己，你并不爱他。这么多年来，你理直气壮地享受云深付出的爱，你以为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天长地久？你以为你走错了路，深情的云深就一定也必须的在家里面等你回头？我没有必要站在这儿听你教训。谢谢你没吵醒他。云深喜欢的是玫瑰花。错了，那是你喜欢玫瑰。你每次送花只会送玫瑰，但是没发现，他在设计花束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香水百合。他最爱香水百合。大概你也不知道他最喜欢的。其实是白细粉，可是他煮了8年的咸细粉，那是因为你们家爱喝咸细粉。谢谢你，我现在知道了。我相信我现在知道还不算太晚吧？怎么，你要重新开始追求他？这恐怕太迟了，你没有太多胜算的机会。因为你有了一个竞争者，看看我，我没有包袱，我跟云深之间没有怨恨，没有痛苦，我们以后共同回忆起点，是相互扶持的走过这一段。而你，王家凡，你有什么？是一个现成的包袱，还是无数的伤害？你拿什么来跟我竞争？他肯为我煮8年的咸稀饭，他肯受我8年他不喜欢的玫瑰花，这就是我所有的。我要重新追求云深，我会让他再来爱我，我不会再要求他什么，我要让他开开心心的被爱。被谁爱？
一个有妇之夫，顾小春的先生，还是一个要他发誓立约的王家凡。余生不会希望和这样的人谈恋爱，他有洁癖，你不知道吗？他要的是干干净净的爱，你能给他这种爱情品质吗？如果不能，不要拉他淌浑水，浪费时间，就试试看。余生不会希望和这样的人谈恋爱，他有洁癖，你不知道吗？他要的是干干净净的爱，你能给他这种爱情品质吗？如果不能，不要拉他淌浑水，浪费时间，要不要回来吃饭呢？怕破坏气氛嘛。哦，对了，今天家平回来了，他给我们想了个好法子。他说啊，既然小春跑了，我们就不要找他。到时候我们可以偷偷的在报上登一个什么警告逃妻。妈，你回来干什么？有本事走了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你为什么不去接我？接你？是啊，他是没去接你，那你就留在外头慢慢的等等他去接你啊。你为什么不去接我？我不想再被你控制了。你总是利用我所爱的人来控制我。先是孩子，再来是云生，我受够了。你爱回来不回来？我不会上你们的当。你们休想让我把家让出去。昨天晚上那通电话是他打的，要早知道是他打的，我就……妈，早晚要回来的。家凡，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好像什么东西烧起来了。小春。我来救他。
有什么深仇大恨，每天换着花样来整我们。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心安不安呢？你们心安不安？我孩子也替你们生了，身体也为你们。我嫁到你们家，你们爱打我就打我，爱给我脸色看就给我脸色看，动不动就叫我滚。我才二十出头哎，才二十出头，我把一个女人一辈子该过的日子全都过完了，我能够滚到哪里去？我滚了以后，你们就能够心安吗？你们看着宝宝的时候，能够假装我不存在吗？能够假装不曾认识过我？你们能够忘记那个滚在外面的顾小春也是一个终身残疾不能够生育的女人吗？顾小春，你的残疾不是我们造成的，你应该很清楚，你怀孕的那十个月，我们王家人对你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你们照顾的不是我，是我肚子里的孩子。说过你要照顾我一辈子，可是孩子生了以后你却完全忘了。你们所有的人都嫌弃我，怪不得我立刻消失。那是因为你做的太过分了。我做的过分？你们不是也出过气？要不在精神上折磨我，要不就动手打我。没有一个人睁眼看过我，好好对我说过一句话。张平静也是别人的媳妇儿，她的婆家如果这样对待她，你们心不心疼？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是我家。陈玉生竟然在你们的掩护之下堂而皇之地进到我家，进我的房间碰我的东西，我该怎么做？打电话谢谢他，还是心安理得的睡在他不好的床上？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些事你以前不是也做过吗？当初云生是怎么受的？